们现在开始哈，那个从头来，那个你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做刚才接着那个做那个练习，就是说用发声时候用最最最最上边去发声，底下让它完全放松。你一定有一个地方啊，让它松下来，哎，这个声音就不错。你松下来以后，你不松下来，你的声音别人是能很懂的人一听就听出来了啊。你像你让这个最上面动，底下完全是松松的，完全不做任何事情，啊啊，你就是用最少的力量、最少的肌肉去做这件事，哎，你这个就比刚才更松了。嗯，他就是，你就得想办法。唱歌这个事儿为什么难学呢？就是说，他有一些地方我没法帮你进去。你像拉小提琴，你可以告你手指头怎么弄，这没法弄。这在里边，我得说，你得去做。最后，如果你就是做不出来，我也没辙，对吧？因为我只能说，对，我不能掰着你这个手指头，对吧？那就所以你像这个东西，我说你这儿松下来，你要是完全没有体会的话，你就找不着啊。你像哎，这个就好，你看你越来越好了，做的哈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哈哈，这样就特别省劲儿。你在发音的时候你也准，你也容易发出来。那我们在做，哈，哈。你这个发呀，你这个发呀，永远和咪呀，这俩是离不开。嗯，你发的发跟咪是差不多是一个音，啊。对，我老是那个上不去。啊，你那个地方你还得。我跟你说哈，嗯，你现在的这个发音呢，70%-80%是对的。还有20%，你这还没有完全松下来，你得找到那个，再去找，再去体会。就是说，你睡觉躺床上，啊，就是光用上面那一点，啊，轻轻一动，啊啊啊就行了。不要底下，你这个底下有声音，啊啊啊，你还是这样的，啊啊，在底下你不能紧，哎，这是好一点，哎，这是好一点。你这个发就使劲了，啊啊啊啊！但是我好像不使劲，我就这就是问题，你必须在最上面去做，用最小的气去做。你为什么？我就是说，你做那高音的时候，你说你这个我得使劲。这就说明你那个出声啊，要费很大劲儿，你才能出来。对。我要说的就是，你在做对的时候，它不需要那么大劲儿。你要是需要那么大劲儿，说明你做的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唱歌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松松松松的唱。你做非常小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必须非常松。你要是绷着那儿，你出来声也不好听。你就是用最上面，你现在呢就是还不能完全把它给分割开，它实际上是下边这块完全松，只用上面一点。你现在一用呢，还是把下边带上了。你这还这个中间这块挨着这块还是有，你，哈，哈，哼。你看，哈啊啊，你这鼻腔这儿就带上啊啊，谁呀？啊啊，你听着哈，你听着，松的是这样的，啊啊
这是松的，你听着，啊啊啊啊啊啊，这就带上了，啊啊，你听这声音多好听，啊啊啊啊啊，这就带上了。那你就是还没有分开，没有完全放松的，你就做，啊啊，这个非常省劲儿。你那个要，你想那个你要把这一大块肌肉都在动的。啊啊啊，哼哼，体会一下吧这个事儿，要慢慢的，因为你60多年的东西你改，这就比那个好。哎哎哎，这后边两声就好。你声音就比较单纯，你这儿你就没有下边这个使劲的劲儿，啊，所以我能听出来，别人也能听出来的。所以实际上你这是长期的一个工作，就是说你现在练好了以后，你一辈子你都能享受这个。所以说好多东西我跟你讲，你没有老师真不行。第一，你听不出来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哪儿有什么问题啊，哪儿应该怎么着啊，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明白人在那儿告诉你。来，用最小的声音，啊，这样最松最松的，你这样避免自己使劲儿，你用最上边，你这个就是搜就不如发好，搜呢你这啊啊底下使劲儿，啊松松松放松，因为你要告诉你自己在唱歌，如果你告诉你自己在唱歌，你那就容易使劲。我要唱了，我要这儿，我原来就这么唱了，不是你告诉你自己我没唱歌，就是气穿到那儿，在那儿，啊，就碰一下就完了，啊，就那一小块动，别地方都不动，告诉自己我不唱歌，啊，啊，来坐，声音小是对的。你这个咪呀就使劲了，啊啊，底下，啊啊啊，哎，对，这就比那好多了。你原来你唱这个高音好像挺费劲的，啊啊，得使劲。我现在就是要你不使劲，就是不使劲，就是完全松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唱歌，啊，就上面碰一下，啊。啊，闹着玩似的，就是啊啊，底下整个是松的。我不唱那气，前面80%完全松，往下松，往胸口这松，甚至往丹田这松，啊，就在最后就挤一下，碰一下，对对，来，你这还有声音啊，还底下用上了。还有，再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啊，在最上面，你想着，你张开嘴以后，啊啊，张开嘴打哈欠，啊啊，你打哈欠来打哈欠，啊啊，最上面，你这在下边呢，你这声音在这儿呢，你看。张开大嘴，你听着啊，你听着，我来做，啊啊，你做的是，你听我学你，我做正确，啊啊，不正确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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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三个是对的，后边三个是错的。你这下来太错的太离谱了。嗯，那光动上边啊，光动，别唱歌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这个好，松了一点。
我告诉你啊、嗯，你就是保持松，你唱的不准都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用劲儿，因为你好多时候我听着你是在为了找那个音，你在使劲。对。不要，你就练，那我就找，就找，就找到那个音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你要用到最上面那个肉，肌肉，不要用下边。有声没声都没关系，但是你必须有声的时候必须在上面。嗯。啊，最少的劲儿，最少的劲儿。哎，这就够了。这个就有点浊了。这你戴上了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这都不错。好好，挺好。这个，你就是这么练哈。我觉得你现在慢慢有点体会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说，嗯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是什么？你应该更就是心里有数，但是有的时候你找不着，你想到那儿你找不着哈。咱们多练几遍，我们往一会儿往高走，你就发现这个办法唱高的音比你过去容易得多。来，做一个，一口气一个，好，这个有一点，这个带了一点。好，再来。你这咪和发永远分不起来。好。哎，这个有点使劲了哈。啊，你还是里边动作有点大。来，咱们再做一遍。轻轻的使一点劲儿就行了，你使劲太大，说明你发这个音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还是靠下了，再往上，啊啊，往上往上，好，好。再往上一点，开始往下落了啊！没到，哎，这个到了，对，好，我们继续往高走，还是一样，放松，关键是放松，没声都没关系，啊，对，用最上边。稍微点使劲的，再试着再松一松，再一点儿，再。你这音可不够高了哈。对，我就是压出来我就使劲儿。你就是尽量吧，尽量。嗯。你别说，你能听出来，你能听出来是一个大。我是听得出，但是我一使劲就不对了。你上边使劲那个肌肉上边，你把它捏紧一点，就是我们让它动的那地方，不是这些放松的地方，最上面。啊啊，让上边使点劲，别底下别使劲，不是靠底下，因为底下你做打哈欠的话。已经没什么气儿了，啊，就是你在上面坐是在上面坐，对呀、啊，你在上面去坐，那个最上面去捏它，
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掉了。你上面哈，就这儿哈，你得保持不动，在最上边做最上边，你别把它带上，你带上它你就做这搜，最上面捏，啊啊，最上面最上面动一点儿动一点儿，底下尽量的不带着底下，啊，最上面。哎，这个好，你看，这个听起来就松。再做，哎，这就掉下来了，掉了音也不够高啊，在上面，再往上，往上呢。你做的是哪个？反正我听不出来。来做。再这掉下来了，这也不好，这个。哎，再往上，再往上，再往上。这个就不够往上，你音也不够准。你哆来咪总是唱不准。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啊啊啊啊！往上，往上，不对，不对，往上，往上。你这个地方哈，我说是眉毛上边开始做。但是你呢，总带着这个，总带着底下这一块挨着这一块，你总带着，你没有分开，所以你听着，我带一点和不带哈，不带的是这样，啊，啊，啊，能听到吗？能听到。啊，带上呢是这样的哈，啊。就是那声音就没那么纯了，它因为它底下有好多东西都参与了。往、尽量往上，放松，完全放松，完全放松。你告诉自己我不唱，啊，就到这儿喘到那儿时候捏一下，啊。这咪发还是分不出来。你使了多大？我要想它上去就行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音准了，不管音准，你把底下做好。哎，这个不够高，不够高，啊啊啊！往上找，往上找，不好，张嘴，哈，打哈欠，啊，打哈欠，找最上边。最上面，不够高。再高，啊啊，再高。好，高了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再高。啊啊，再高一点。鼻子加上一点啊，我指的是鼻气鼻音啊。哎，好，这个、好像好一些，再来。哎，这个好一些，再来。好，再来。哎，再来。
这个不太好，这个稍微的低了点，再往上一点。哎，这个，哈哈，啊啊，往上，让它在上边。哎，这个试试，往这儿走。哎，这个好，不如头一个好。还是回来做哆，再做，再做。这个有点掉下来了，再高一点。不好，这个不好。张开，打哈欠。啊啊啊啊！找到最上边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记住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这儿往这儿走。再高一点，这就掉下来了。这不如刚才那好。啊，不是，上面使劲张开，因为你那儿不张开，你那声音在上面待不住。啊。哎，这个你张开了，声音现在也在那儿了。哎，这好。哎，你明白了吗？就这个意思。你上面现在打开，啊，再出来，这个掉了一点，没打开，啊，使劲打开，张开，打哈欠，啊。啊啊啊啊！听到了吗？再往上。好。到底是哪个音我也听不出来。啊，这个咪。发是咪发是一样的，你就是 double 咪，双咪没有发，没关系。啊，这个嗦呢还多少费了点劲儿哈，你把尽量打开，打到你有了那个空间以后，你再发就没那么费劲儿。啊啊啊！还是用力。你用力，不是你这后边这儿哈，绷着。我没跟你说吗？你手指头吧是这样的吧？我只让你动上边，只动上边，动上边一点儿。可是你呢，就非得带着这一大块儿。你不能只动上边，只动上。你只动这儿，对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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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你发现了吗？你不能带着底下，你只能上，啊，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好，来，已经到了。对，你打开，动上面一点，动上面就光动这手指头，就光这块动。啊，底下是松的，啊，得有气，还得有点气，对，还是有点气的。啊，对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原来你得再额外的增加气，就是因为你那个地方气少了，你发不出来。现在我们要求你呢做呢，就是用剩下那个气来发，就是你必须这儿完全松的，然后在最上边捏一下，这时候最省气，你就能发出来了。
你发不出来，说明你的整个这个声音呢、啊、是浊的，你再用了好多其他的劲儿，你声音不出来。你在上面张大嘴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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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最上面，哈，哈，你这带劲儿啊，啊啊啊啊啊！你听着哈，啊啊啊啊啊啊，不一样的。你这还带着嘴，还带着嘴，还带着嘴，只动上边，只动上边。你这样吧，你下去再好好再练一练这个，咱们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相当的重要的一部分了。我们就练到这儿，今天。来，啊，松是第一位的。好，这个好，高松。好。好。好，不错不错，算是不错。行，再做一遍，不错这一遍哈，别掉下来，千万别掉下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再做一遍，松的。你这底下还是你听着啊，哈，哈，哈，这种声音底下都带着呢，你听着没有的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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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能动上边，只能动上，你太浊了，这整个都带着呢，你必须不能带它，你一带它的声音就会，啊，啊。啊啊，这和你原来是差不多的，只动上边，你把这个上边打哈欠张开，啊，找到最上边，往上最上面出气吹气儿，啊啊，你看啊，你这个声音哈，你看。这个声音哈，你听着我的哈，我轻轻就做出来了。你不能哈哈哈哈，你这样费了很大劲儿，而且你声音是杂的、乱的。你听我的，那你听我的，哈哈哈哈，我学你哈，我学你。正确的是这样，你是哈哈哈，整个都带着，你知道吧？你要学会完全这个，完全松下来。你还使着劲呢，轻轻轻轻往上吹。放松，完全放松，不发声音，就叹气，到最后，捏一下，你这儿还是这儿还是这儿用，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，就是说你得分开，你底下不能带上。你这个底下带着害太害你，对你太不利了，啊！你只动上边，就手指头，你学会这个东西，只动这儿，
你不能一下变成这样的。你在上面呢。啊啊啊啊！你听你这声音多浊，你听你这声。你看，你这儿都带着，哈哈哈哈，在这儿都带上了。再用上面，你听着，啊啊，你听这声音了吗？啊哈哈，你听这声音。嗯。你这个还是带着，所以你声音浊。哎，你听，你听我的，你这种声音，你用你那个办法完全发不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不把它找对了，你必须放松，完全不唱歌。用最上面捏一下，你这声音都不对。对，你这整个底下都在，你就动上面，你再找找吧，再找找吧，你这个东西，因为你越到上边啊，这个是问题就越严重。嗯。想想，你看你这种办法拿不到，你学不到手的话，你唱歌永远是浊的。你看你这声音，你根本就没法。对呀，就现在老是出这种声音。他就这种，你听得多轻松啊！你那个是。你自己实际上你自己能知道啊，这声音啊，你看我这个能很轻松唱来，你看，你要是带上浊的就不行，你就完了，你必须上啊。你现在不要唱太高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儿练呢，练习的时候都得让它很松松的，你唱高音就很不容易松啊。你最多唱到 D 就行。来，从这儿。用最上面哼出来。最上边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再来，你这还是有劲儿，最上边，你连这儿都带着的，还是带着底下，你仔细想一想吧，你怎么能让它这个？动的时候不要动这儿，你就只动最上面那个尖尖，你动的多了，你这声音就是不对的。对，你就哼，你哼一下，哎，这个就松一些。你对，这就你能，你好像是有感觉，但是做的呢还不够好。
再回去再慢慢做，不要做太高，做到 D， 做到 D， 最高做到 D 就行。对我来说，因为我习惯了，所以我会做。我做到什么，做到 D， 做到 E， 做到 F， 做到 G， 都是这样的。你必须都这样，你不能紧。这个就比刚才那高。对。我们这个今天可能时间差不多了，那个今天就先这样。那个你下边呢，就是去找。怎么能够，我觉得你现在有点体会，就是说自己错了你也知道，这就挺好。你就是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，就是说怎么动上边不带着底下，你带着底下声音就不好听，对吧？原则是知道的，但是呢你就是你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轻轻的动上边，只能这样。完全放松。一看整个歌的时候，我就顾不了那么多。先不管，我就唱不出来了。你现在把它分开，你把它分开。练习就是练，你把它先练好了，你得先得找着，你先得找着。所以我现在唱歌还就是。先不管。不能。你练习就是为了你将来唱歌。好。你现在你。我就没那么大负担，要我录歌的时候总。不要。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你练习就是为了将来唱好，你找一个好的习惯，好的吧？那行，那咱今天就这样哈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